太白痴了吧，傻小。哇塞，欸，很屌欸。那是什么？它上面写说叫做三不沾，是大陆的美食欸，很像马吉那样子。是假的。走啊。啊。现在就来到我们的教学时间，我们要做三步连。目前来要先放磅秤之后，先归零。第一个首先要放的是我们的木薯粉，30克。好，30克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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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太多啊，正负值，正负值，正负值10，没有，就low一点。正负值3啊，不要了，30克。好，30。啊，好，再来放我们的糖，50，50克，这才会甜一点，这就不能失手了。糖真的不能失手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啊，甜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哦，好，我正步。好，管子，来到一点。然后水150。好，再来放我们的水，把它加到200就好。好，不要再加150就好了。150哦，注意到，水不能失误。水真的不能失误。哎呦，很准很准，好，搅拌，把它搅拌一下，开始搅拌了。这步骤是最难的一部分。有吗？有吗？要搅拌到没有颗粒哦。对，好。哦，然后把那个蛋黄跟它混在一起，蛋黄先把它搅拌均匀，5颗蛋黄。哦，有有，不要浪费哦。哦，开始有感觉了哦，有变黏哦，有稠，然后把它拿到锅子里面，就是要必须得，然后用网子把它过滤一下，过滤一下，各位这动作很就是关键，要记住哦，要过滤一下哦，没有碗哦，没有碗哦，哦有。有找到一个碗哦，好，过滤一下，这过滤的动作是很重要的，各位要记得。塞干净，不错哦。我们先加油，先加点油，它才会润嘛。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记得哦。锅子不能火不能太大，火不能太大就算是文火嘛，就是最小的火。然后把这个倒下去。哦，有，成功了，没再不粘了。我开始搅它，然后今天把旁边这个。粘住了就把它打下来。说的好，就是要哦，就是一个很像松饼的感觉，其实又不是。这道料理叫三不粘呢，不粘锅，不粘筷，不粘锅，不粘筷，不粘牙，它的意思不粘盘。哦，不粘盘 ，sorry sorry， 三不粘，三不粘，这种东西吃起来是非常的好吃哦。没吃过。这是一道关于哪里的？我不知道，大陆那边。大陆那边传来的，哎，我记得我上网查的资讯是西藏那边的。然后就是，所以达赖都吃这个。然后西藏跟四川那边有联名啊，就这道联名，因为是那个西藏那边的主要的产物就是木薯粉嘛，然后四川那边主要是出产糖啊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？哦，但大家就会看到这个部分就开始有点丑了，拉锅，丑丑的，对，太大，要拉锅，要不然会烤焦，焦了就黑了，就不漂亮了，焦了就黑了就苦了，不错。开始有一种感觉，大家现在感觉到有点布丁的感觉，但是待会它就又会变成马吉的模式。我现在火可以稍微再加大一点。哦，吓死我了！让我拍到门关起来。哦，效果效果。哦。加了一点油，这道料理油要吃很多。哎呦，开始有感觉，就是有在像喽，有在像。开始它会有一种麻吉的感觉啊，就像有点像面疙瘩。刀削面，刀削对了，没有了，不太一样。啊对，这个料理是很吃那个的，很吃手的力气的。对，所以这道料理比较适合单身的吃啊。单身的。看这个手速，哇！什么感觉了？哎，这个到这个部分，我们火都还是开着的哦。对，火没有关啊，它是小火，小火。看这个手速，看这个手速。
那我们这个工程大概是要网路上预计是十分钟才打得出来。是啊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的好像没有那么缓，是蛋黄的关系。我怎么在吃饼干？干偷懒，才打几下 ？What？接手接手，这道不讲，人家还也是滑蛋的。知道餐厅会有吗？以前大陆好像蛮多的，现在呢？哎，假如你们餐厅有卖三不脸，他应该不会来。啊？为什么又在吃？为什么？我快要。美女会被喷到油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我全身都是油。等一下，不是，你先吃一口。感觉有点像在吃贵。贵啊？哪一种贵？那个菜头年糕嗯，哎，油好像加太多了，很油哦。这也还好，吃不会那么油。说的我们放小哥啊，是吧？大家好，我是 Gary Jack， 今天就来试吃这个九博做的三不黏，其实还蛮好吃的，我说的真的。眼神逐渐母汤，干，很好吃的，还不错，会有。蛮有的，但是很好吃。那我们就请思思长进者来吃一下。哦，年糕，我们应该加多一点糖才对。对，那个抹吉，那个蒸过那个软掉之后，我们盖过一个。中了吗？嗯。那么失败吗？可以。哎呦哎，麻吉耶！接手，好，接手了，接手。终于又入境。啊！我怎么变这样？靠！你不要把整锅飞出去。我直接去。你们是要做这个给你女朋友吃？有谁？加什么？加什么？加什么？你加了什么？哈哈哈 ！ET， 为什么我们桌子还是绿色的？好，这个东西叫沾不沾？然后我们就开始看看它到底会不会沾呢？完全不沾，完全看好。好整，你沾盘了。好看。不黏，好，小块吗？
非常的甜，就是鸡蛋本身的香味。那它把那个什么粉、木薯粉跟那个甜味本身就有，所以都不对，我们家的，加了一比一。对，重点是那个鸡蛋的香气加上那个配那个糖，整体来讲是很综合的，不会说太甜。他们油也都还好，其实刚刚我们这样一直不断的加油，它只是给它润滑一点，它油没有吃进去啊，相当的。不错，第一次我们吃炸鸡啊，第一次非常的十八路啊，你看，真的好吃，我想认真的，你看，大家在家里都很可以做，味道很棒，对啊对啊，不黏黏，好，这时候就让我们试试来，让我们试试，真的好吃，摄影师啊，对，他是摄影师，辛苦了一整天，哦，有。我好奇为什么变墨绿色？你加锅子多久没吃？很好吃，很滑，很嫩，很滑，很嫩，好滑，好嫩呐！啊，不粘牙。哇，特写！哎呦，好棒哦！你愿意出多少钱买这个？我自己本身哦，这个在外面，因为这还要加辛苦程度啊。大概是花个55块，55块啊，但是有点太夸张了，就大概三蛋就5颗了，卖55块，这又不是一份，一份吧，一份哦，那这样大概要160，120，好，然后你花10分钟打赚10块钱，然后水果会变这个颜色呢？对啊，现在这么好吃的东西，等到我爸回来，我给我爸吃，我还有爸爸，太简单。